行，来喝一口。来，来就谢二舅，谢二舅。是。哎，慢儿，忙了这几日了，咱们家里的厨房啊、柴房、猪圈也都盖好了。那一会儿吃完这顿饭，我们就先走了啊。我舍不得舅母和姥姥，有你们在这儿，我心里头可踏实多了。也只能待到今日了，趁尚未入冬。 还得进山再猎两场，要不然等雪一下来就该封山了。嗯，妈，虽说是分了家，可毕竟血脉还在呀，两家人怎么可能真断得干干净净的？你爹娘都是心善性子软的，这么多年很难再改变过来了。姥姥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我绝不让母亲再受半分委屈。